Lady go，Lady go。你正烦着呢，别在我眼前晃。你又烦啥呀？你有啥不开心的事情说出来，让我开心开心。你这个叶子还没完成呢。啊，就业绩啊，就这事儿。这样，我立马给你整个100万的大单子，怎么样？就你，得了吧你！什么叫救我啊？啊，行，那你不要，我就给别人吧。哎，你等一下，坐着。一个人。你什么态度你？来吧，说说你那个大单子。那你想要这个单子，是不是得付出点什么呀？付出点什么？嗯。给你捶捶腿。哎，扯腿就不用了，就我这个嘴吧，它有点干吧，嘴有点干吧，不是你想的什么呢？我的意思，我口渴呀，我口渴呀。那你想要这个单子，也不是不行。但是客户呢想看你录个小视频，你懂的。小视频？嗯。你把我当成什么人啊，小虎？哎呀，不是啊，人家是想看看咱们老板的这个形象，才能知道咱们企业的精神和文化嘛。那你要是不愿意的话，就算了，反正咱们朱总家大业大，也不差这点儿啊。哎，回来。尊敬的客户您好，我是阿朱。本公司承诺啊，停，等一下，不是你这拍的也太传统了吧？你一点也不符合现在自媒体的时代啊！这样，我来帮你拍。怎么拍啊？你站起来。好来啊，3、2、1，走。啊，行，好，OK。不是你这客户靠谱吗？肯定靠谱啊！你放心，他们都喜欢看这种啊。你刚才说的那100万是啊，咱们争取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啊破100万，不过这次可能有点悬，你刚那个表情不够双，你还得自己再多练练啊。